驾 C919，来随身物品拿好。实在是太激动了，第一次坐 C919，这个我们自己研发的飞机嘛，它那个流线型结构，然后还有它起落架，还有它的那个引擎，真的太漂亮了。我们呢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经济舱的三连排的座位啊，它要比其他的飞机中间座位更宽1.5厘米，